放肆也跑去。看到在原始环境下奔跑的画面，有没有挑起你想要放肆跑的灵魂呢？这种越野跑步的运动，除了环境原始外，还可以挑战上下坡、泥泞地、石阶、林道等各式地形，近年来吸引了不少路跑者转战，就连女生也为之着迷。赶紧来看看泰鲁格族的晶晶是怎么喜欢上野跑的。我会喜欢越野跑是因为越野跑的土路非常的吸引我，而且它的地质松软，让我跑起来非常的舒服以外，而且我可以用我的生命去享受大自然，然后在跑的过程中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欢乐跑，开心的跑，所以我非常喜欢的越野跑。耶、yeah! ！虽然野跑非常让人着迷，不过也常发生意外，特别是千万别穿着一般路跑鞋就想要上路。到底要有哪些装备？来听听达人 Pippen 的建议。对于刚接触越野跑的跑友们，因为越野跑的特殊性及安全性，所以基本上会建议各位刚接触越野跑的人能够携带一些装备，比如我手上的手套、太阳眼镜、遮阳帽，以及越野跑最重要的水袋背包，以及补给包，然后长袖的衣裤可以御寒，也可以防止树枝的刮伤，以及最重要就是要准备一双抓地力良好的越野鞋。做好准备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放肆的野跑吧！